看一下。哦哦，这是两个人在蹲他，那跑不了，啊、那跑不了，这不给活路了啊。嗯、那好 ，T T 是终于成功的把这个地方给摸下来，因为昨天他们在这个地方也是试探了很久，被赶着走，赶上山了。W C 突然发现有个人跑在自己面前了，是的，第二个也到脸上了，哇，丫头出大事情，这个是被迫无奈。想观察，结果屁股后面有人抽 ，D U I 直接上飞机平台了。Yahoo 把，就你得看全了，起码才来吧，你不可能以面包往位置点吧？已经有人 all in 了 ，Q M 直接来了，光头哥在外围倒了，那是救不了 W C 的一个分彩。那防区里的怎么办呢？嗯，跳到外面寻找一些操作空间。队友是不是背后可架呢？有一个抢先，那弹不多。嗯，开车来了，哎呦，哎呦他，哎呦，哎呦他移形换影，这个位置转换，你直接打了波冲击不易。还穿了俩，哇，第三个都有可能。哇，这 Greg 有点秀啊！今天一打三了 ，QM 真的是终极裂开。本来他感觉这个防区已经拿下了，吃机房是吧？嗯，要想翻窗吗？有的，他慌了，他甚至有点小慌，你发现没有？是的，他是关进想要直接转成腰射。对，就是当时那脑子里面可能充斥了太多东西，导致他又开进又关进的。一打二，帮救援。看到头，但是没有能够命中，被架在门口前。哇，这个走位，这波真的是 hit and run 啊！这怎么横移过去把这个人给秒了？顶级拉枪。是的，走位我是就有点难打了。天妹是最右侧的队友，嗯，哦，近点已经是 kickstart 已经倒地。他一个人还在拉扯，但是枪人头很有可能会被高点 K 掉 ，KDF 已经收手了。没有在完完全全的卡死北边了，只是在封锁位置。Detroit 可以继续的往先到东边的反坡吧。是的，给了 TMA 一个机会吧，这一圈型。TMA 也只能去那个前面一点的坑位了。是的。CES 再往里面去扎了 ，CES 是拿到了一些圈面的信息的。现在有人路过，他可能也要撞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去作为一个第三方。TE 路上被抽下来一个，啊，接下来他们的方向是没什么人的，要扎一下。然后北侧这块应该是要打一架的，安迪就一直在阻止 DAY 去贴一个近点，去贴他的山头。这个圈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TM 的这个方向可能也会做一点小小的推进。这个圈应该是个减圆圈的。嗯。谁能够从这个圈活下来就能够吃到排名分。飞子在中心点倒了呀，飞子在中心点倒了 TMA 有那个想过去的意思啊，这个，很难撞枪线太多了，路程很长，地形很平，抽的枪线很多，即使勉强贴过来残边也是给了飞子一个很长的扶人的时间。哎，飞子居然没有扶雷，直接丢进去了，这样的话战斗力好像变成了二打二。今年这个房子能先进球，再加上远点枪线的一个影响，还有调整的时间。是的，那边古斯塔夫已经在扶 AZ 了，是施压。与此同时的话 ，TM 在压 DAY 的屁股，这波已经拿了 DAY 不少分数了。再加经典，换一个 FAX， 漂亮！哎呀，可惜了，对方人还是要更多一些。对。扶人起来还是很有价值，这个声音好像判断到现在反坡这个位置，其实 OP 的人完全没有走干净啊。对，要撑到蓝圈合拢，不然的话待不住。对， OP 这个点其实对十七来说是有点压制性的，再加上高点的一些枪线，十七现在也不太好去拉扯，速九直接被捕，要混烟硬撑。十七说还再往前开一点，现在 TM 已经陷入混战了，先进厕所了，厕所是在圈的 Maxi 在摸。是的，就看这个圈打，讲的从人数上来说的话 ，KDF 里面是比较大的，而且地形是一个高打低。没雷了，这个位置十七还在坚持 ，OP 已经靠封烟过点了。抽塔 ，OP 在裸跑呀。一些干扰 ，OP 的火力还挺猛的。看这两颗雷，集火雷。第二颗雷是扔的稍微有点后面，但是伤害是给足了，直接有倒人，小心。小心 Maxi 的枪线，还好烟雾弹的影响，这颗雷有了吧？有了。等一下缓过来了。是的。对方想要扶人还是有一点困难，十七继续往烟雾弹里面灌雷，嗯，再拉旁边的底坡去过头了，还是远了，感觉到了，混烟打到伤害了，还好小鬼没倒，好雷，再来一颗雷，雷倒了，最后一个，
么烟散，没有掩体。这个 timing， 这个烟散的时机真的是。实际是帮不到啊！不是扔完雷就收就好了，因为对方这个过点其实是会被各种枪械打到的。一对一，实习兽。哎，对了，两个人都是，消解了对方的血量。那位拉出来了，只不过五级的人头被 K 掉了。是的。先活着吧，先活着。Clip 的人头也被 K 了，因为刚才那波团战 ，KDF 的正面枪线和 WC 的抽靶已经让 TM 被淘汰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多能拿一分是一分。是，两支队伍在打工了，你这样拿不到什么分呀。尽量吧，这波冲上去真的是，可能是因为他担心背后的 Navi 过来，想更早的去把这波战斗解决，而且因为山顶上有 WC 的枪线，对，山顶上在制衡 Navi 是有可能拉出来的。是的，而且感觉上是因为 OP 带听这一点，蓝军来了，想要这个分，但蓝军要收下了。Navi 拉出来，在清东边的 CES。雅虎和 KDF， 他脸上这么多人，他刚才还在抽靶，他怎么还在回南边抽靶呀？对，只有他一直有一个人在抽靶，只有 Nikos 在看北侧。其实说白了，刚才啊，不过雅虎这波转移砸脸去了。他正面被蚕食掉了，所以就不硬顶，又变成了独狼。这局又是Navi的事。他扑烟的话，也是给了对手一个信号，就是他要出门了。被两杆枪盯了。哎，另外一次 ，KDF 这你总得去管了吧？是的，实习兽其实是个好机会，可以准备出来了。他还在盯。哎，你别来了呀！服了，东边还有乌巴。哎，其实 example 刚才也是在看这个方向，所以就是两个队伍价值尽力了，只是刚才那一波有点伤。是的，这个圈型西边就好像电梯房，一二三层楼啊，一层是 KDF， 二层 WC， 啊，三层 EIQ 加 Navi， 但被远点抽了，哎，这被Navi发现了，是的，只能往底坡去走。Faxi 把乌巴给抽倒了，看到两个侧身，一换一，结束了，但补不掉 Navi 这波不倒人，甚至有可能能拉扯一下，对，救回来了，可以救，打架，也没有枪线影响他们。听到脚步，摇身，奇奇也是，其实一波走 A， 这开着枪出来了，等，主动出击，是的，这个小水泥蹲着趴了一个，这样的话 ，Face 就算不被奇奇打，也要被这个老哥把菊花捅爆，是的，哎，刚才不是大哥打的，对，是奇奇打的，这但肯定有一波集火，走，这老哥子弹没了，奇奇给个闪拖一下，然后再来一波进攻，没闪到，是一个假脚枪线架死了，是的。好，Navi 过来要把正面的 KDF 想卡死，艾德放枪了，这个不停的换人，还是为了放枪要吃道具了。Navi 的反扑无限 pick， 一点还手的余地都没有。是，因为那个反扑的话对 KDF 限制太大，你可以看到 Lush 几乎就是一个无掩体的状态。EIQ 又开始上压，这样的人员交换 Navi 非常乐于见到。对，他在这个全型里面的优势就是。他已经控制了整个局面，现在要做的就是耐心，因为毕竟总敌人其实数量还是不少的。是的，高点的倒了，这个位置还想回去救吗？救不了的，哎，这位置怎么救啊？不可能救的 ，Carry 就基本上要被蓝圈带走，只有自己最后一块石头了，而且他们一点都不着急，就这个石头的人没有着急去清，其实他们是有机会能清的。对，保持距离，做中距离的射击，这样的话自己把 T 的人往那边赶了以后，会吸引到就会拿你的注意力，哎。Mini， 漏了一个侧身，一瞬间直接秒，这样的烟也快要散了，是效果不佳。Navi 来了，已经看到一个完美的侧身，成功收下。Navi 这场比赛应该悬念不大了，就等这个机会了，四打二，打二。现场的欢呼声，倒一个，再倒一个，提议是顺利的接掉了 Angel Pig 的车，最后是四打二。全部趴在地上 ，Navi 开始了收割，人压回去了，左边还没有漏枪，漏过了，奇奇趴下躲了一波，很离线，但是没有第二波反击的机会，一个在我击倒奇奇，最后一个人在烟里面看到了影子，但是没子弹了，无法从背后换烟，好的，攻。